我已经决定了，这把我将一次不死，我将非常的稳。我算是发现了啊，跟这帮小子啊，你不能浪了啊，一把不让死，不死了我们啊，我们一把不死，这把啊，这把一次不死。注意我说的，一次不死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看起来你觉得自己可以划划了你。比如军出击，他很个火刀啊，比如干了我，划了一刀就跑啊，比如血钻。啊，比如，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啊，比如，火刀，比如套点盐，我点盐呢。啊，比如，有份，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啊，比如。啊，比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啊，比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能。我操！算了，杀不了。这个桶子没放到，就算了。狼人咋的？我要再次挽回胜利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啊，比如给我的吧。又一个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跑的也太快了，那没办法呀，这没招啊，这咋整啊？蓝枪也去让狼人杀了。哎呀，这咋整啊？这可以，我操了，这点钱呢，还差30。一并超失败，那没办法，真没办法的，这一点办法没有，自己家打野又是个废物。人家都跑上路来，都看我一眼了，这家伙打野在野区能没打过，让人杀了，完了人家又上来了，那我这实在是没招。这把又一个傻子，这打野不用看了，必是个傻子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指望不上。是个傻子，对面打野还来针对我。
真是有点难啊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哎，怎么扣小兵了呢？很烦啊！喉咙早就无可再控，烧吧！这是怎么遇着我的呀？盐一样刺人。杀手码头上，渣子！云子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，又一个。沾满鲜血，渣子。
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人人有份。渣子，烧吧，用他们的手指填饱他们。怎么回那么多血呀？下面是更强，觉得有点吃慢了。他还和人们背叛了我。前面那两波啊没玩好，杀一波真费劲啊。带给所有人。我只要收一波兵，哎，人家家肯定能来个人，你别管是谁，狼人不来小法就来，小法不来可能辅助就来了，我他妈吃个塔呀就这么得费劲呢、啊、我想吃点东西就这么个费劲呢、啊、
刀妹打不过小法师，都没见过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Double kill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又失去灵魂。我应该是蹭不着了，我不去了。Shut down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Rampage. 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我们上高地啊，我们不管，我这船长。啃我一口有点痛啊。那一口啃了我500多滴血。
不过他杀的人确实挺多，他他妈杀了16个。我的仇恨咋杀的？沾满鲜血。有点烦，有点烦，统统烧成渣，直接顶！你不顶，我这。挂刀，哎呀，全死了，无人生还，无人生还。10个人全死了。召唤师峡谷静了下来，安静了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渣子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哎，先把狼人给我杀了，漂亮。好难啊，真的好难啊，这团战不好放啊，这桶。为什么要把桶子放到银堆里边去？那不放银堆里边咋打人呢？哎，你这句话有问题啊！你自己想一想，为什么要把桶子放到银堆里边？不放银堆里边怎么打人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
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烧吧！该我了。要四个红了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到就死了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。等我一波啊，兄弟们，我还没过来呢。这里边难道有眼儿吗？加第六人，牛头酋长，还行，拔死了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封印吧，可以封印。这船长确实很难玩啊。难吗？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这个极限二连捅真的好难啊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渣子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哎，算了。我先把中路那个什么地儿收一收。哎，小龙呢？我操，这小法师一个大打了我1400多。
哎呦，有点东西了啊、哦！小龙拿了吧，龙吧，打龙吧，投降了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呀，投的不错啊！我这船长应该是不会再玩了。牛头评分比你高，牛头是 MVP。哎，行。